是没想到阿娘对那些胭脂过敏。嗯，心意总是好的，阿娘别生气了。阿娘，嗯，当当当当，江叔叔让我们把这个给送来。哇，阿爹真浪漫，这些花正应该配阿娘这样的美人。发生了何事？啊！江风眠，你还敢回来？啊！快溜，先去云深不知处躲几天风头。啊！